好，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下一个单元，医疗与保健，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课题。好，那刚刚那个图表，医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解决什么？疾病症状，对不对？那怎么来解决？它一定要透过几个管道。那我们来看我们的原始点是怎么来解决疾病的。第一个，它透过医疗的手段，能够称为医疗手段的是什么？按推原始痛点。因为在介绍原始点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有讲，原始点既是病症的起源处，也是解症的大开关，所以不仅能具有诊断，也就是辨体相位置是在他处还是本处，有没有？还具有治疗，能够改善他处体相所致之症状，所以它具有诊断跟治疗。那什么叫医疗？就是诊断加治疗，就是医疗。那什么叫医学？医学就是要有医疗跟保健，称为医学。那所以按推原始痛点有没有医疗的功效？绝对有，而且所以你他处体相的病症一按是几秒钟就可以改善了，比针灸还要快啊，还比西药，你看几秒钟，不用到一两分钟，那你想想看有没有比这个快的？你一分钟如果去拿针灸的针拿完，然后再酒精拿来，然后准备好之后，我已经叫患者回家了。或是西药刚吃完药，药效还没有发挥的时候，我已经把患者改善了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如果以快速原始点，从医疗这一个按推原始痛点，应该是目前医学最快速的，然后最有效的。好，那它按推原始痛点具有诊断跟治疗的功效，但它能解决他处体相，那本处体相就无法了。所以解决他处体相之后来改善疾病症状，也就是他处体相的病症，这是一条路。那原始点更重视保健，我们在重病处理有这五大项，按推原始痛点，还有接下来就是内外热源，外内热源，还有良好心态、运动、充分休息，对吧？这些都属于保健手段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只能改善热能，不能直接改善体伤，所以这些改善热能不足之后，以增强体力，然后治愈力的提升来修复体伤。那修复这个体伤是修复本处还是他处，还是两者都有？记得是两者都有。所以为什么他处体伤按完还是要温敷改善热能，有没有？因为他改善了之后能够解决体伤，也就他处跟本处。但按推只能解决他处，那热能不足不止解决他处，还能够解决怎么样？本处啊。这就妙在这里。所以本处体伤所致的只有靠过保健的手段才能改善，来达到解决疾病的症状。尤其像壮的组织受损，就是要修复一定是要靠保健的手段。那透过这两个手段，医疗与保健，这样对于疾病的症状，不管是症也好状也好，通通可以修复了。那这样才是一个完善的医学。那这样说来，原始点算不算医学？算哦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中医，中医是不是医学？好像我这样怀疑中医会不会不敬啊？但是都拿出来讨论一下，啊，好，我们来看看中医有没有医疗的功效。它立即有效的是什么？对，针刺穴位，按只要找到开关按了，哎，还是它可以解决他处体伤，所以这个也是很快速，但它少了一个。它虽然还是属于医疗，但少了一个怎么样？在针刺的过程中诊断，有没有？它不能分出他处跟本处来，这是唯一的可惜。所以
原始点因为可以看出他处或本处，所以很快就看清楚西医的问题，也就比如说啊，他处体伤的病症，西医说哎呀检查出啊肿瘤，他就说肿瘤压迫，检查骨头移位，他就说骨头移位。那为什么我们能看出？我们知道他处体伤跟这些异常无关啊，所以因为它具有诊断的功效，那这个是以前没有。所以就像，所以原始点的按推原始痛点，我认为就像一个照妖镜一样，一照哦马上就清楚了。那这个医学能治到什么程度，也是从变体相位置开始明了哦，西医没有他处体伤，所以他处体伤所致的病症它是不能解决的。那本处体伤它虽然能解决，但是它没有热能，所以它只能从果解症，所以常常利用手术啊或止痛剂来暂时控制而已。好，那中医有针刺穴位也能够解除他处体伤，改善病症，所以它具有医疗功效，所以这个没有问题。那中医有没有保健？有没有？有，因为中医三大疗法，一针、二灸、三用药。好，灸就是热源嘛，对不对？外热源。那药呢？内热源。你用温热的药就是内热源。好，所以它也具有内外热源来改善体质。它的体质就是我们说的热能不足。那体质改善了，就可以提升我们的治愈力跟修复力，来修复本处体伤，达到改善疾病的症状。所以中医有没有保健的功能？有，但你看原始点跟中医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它的保，像我们重视保健的方法，有没有多过于医疗的方法？有，绝对有。所以原始点是保健重于什么呀？医疗，尤其到了最后的重病处理，几乎都是更重视热能了，因为它关系到生死，所以保健是原始点非常看重的。那中医是保健重于医疗，还是医疗重于保健？没有，中医也是保健重于医疗。你看，一针，针是属于医疗嘛，灸外热炎，药内热炎。那灸跟药都是外内热炎，那就是代表什么？它也是保健手段啦。那三大手段有两个是保健，一个是医疗。那它中医重视什么？还是保健。所以古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跟原始点这一点是很相似的，都是保健重于医疗，也就是治未病的概念是很强烈的。中医也是这么讲嘛，上工治未病嘛，但等病了再来医师就比较差一级了，所以他还没有病之前，你就先把疾病消弭于无形，那就是最高的，所以比较重视保健。那这样看来，中医也是一门完善的医学，因为它具有医疗与保健。好，那我们这现在再拿西医来看看，西医是不是医学？好像没有人这样问哈。西医现在是老大哥哎，是吗？那但是不管他老大或老二，我们也不管他，反正我们都照这个图，因为这个图绝对不是因为为谁而设的。这个医学本来就应该要解决疾病症状。那这个医学必须要透过这两种途径。很显然，你没有保健，你这个组织受损你怎么好？你到这人快耗掉、快死了，你没有补充、没有温敷，你怎么活起来？那是不可能的。好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两种是要有的。但西医有没有医疗治病的功效？有没有？有啊，吃药也可以控制疾病啊。但是它不透过他处体伤、本处体伤哦。它是直接影响组织器官运作，然后暂时也好，比如说你痛，好，我用神经阻断剂把你阻隔了，或用麻啡把你麻痹了，让你暂时没有感觉，然后暂时达到怎么样？哎，没有痛苦，解决疾病的症状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啊，所以它也可以达到。那它外治法有没有医疗的功效？
有啊，比如你脚趾头坏掉了，它就从哪里？膝盖把你砍掉喽，所以砍了脚趾头也不痛，所以有没有办法解决症状？也有啊，但是它不透过改善你的体质哦，也就让体质增强体力、自愈力来达到自我修复哦，它是用医学医疗的手段来控制这个疾病，所以这样说来，常常很多疾病不是因为你身体的自愈力提升了，自我修复就有后遗症。什么后遗症？比如你高血压，你什么时候会吃到好？有人吃好的吗？没有啊，没有人吃好的，都要吃一辈子的啊。血糖高，有没有人吃好的？也没有啊。糖尿病没有人吃好的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啊。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吃？怕死啊！这个才是你，所以人一怕了哈，就随便乱吃了，吃到一辈子也心甘情愿嘛，啊，是吧？我常常开玩笑说，如果我发明了一个治白头发的药，但吃了一辈子都不会变黑发，你们吃不吃？啊？你们不吃啊？好，如果你们不吃，我进一步跟你们讲，如果不吃我的白头发药，你们以后会老人痴呆，会中风，那你们吃不吃？吃，所以你们怕死就吃了，啊，吃了一辈子还是这样，对不对？那该中风的中风，该老人痴呆的还是老人痴呆，一点都没变。哎呀，这就是，所以你不从体质达到根本治疗，常常你看一个痛，你就要吃长期的，吃好几年都不一定会啊。为什么？你痛了就吃。啊，明天药效过了，你又要再吃，啊，吃到什么时候？吃到那个了就好了。所以它不可能根治的。那但是如果你体质自我修复，它是可以达到怎么样？完全根治的。这两种是不一样的意义。好，所以我们原始点特别强调体伤，把体伤解决，不管是他处或本处，也就是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体伤，我们把它解决了。哎，它就可以完全修复了。那西医跳过这个，它是强力的影响组织器官运作，甚至把它阻断了、隔绝了、麻痹了，什么都可以。反正我就是让你不能发出这个讯号，而不是说讯号不见就已经完全消失了。不是，等到药效过了，这个讯号还是会出来，也就疾病的症状还是出现。那这样每天这样反反复复被药就控制了，所以这个就是从国解症。那为什么他们不能完全修复体伤呢？少了什么？他没有保健的手段，因为他西医有没有热人的概念？没有。西医的研究方面着重于在解剖学，所以他对于身体的结构、组织、器官非常的重视，而且位置非常的精准，啊，哪里跑哪里，他们都可以搞得很清楚。但是他不知道这些解剖学都是解剖活人还是死人？活人有哪一个愿意给他解剖的？不可能嘛！那死人怎么会找到答案？我们医学是要服务活人还是死人？病人是活人呢，不是死人呢。我看中医这么久了，我的病人从来没有死人来敲门的，所以当然是治活人。那原始点如果要研发成功，我如果今天我从死人身上找答案，找得到吗？绝对找不到，因为我按他，你这里痛不痛？他会回答我吗？也不会。我说这个有没有改善？他也不回答我。那揉1000个、10000个，我也没有答案，所以我是在病人身上，然后一点一滴摸索，然后验证，最后才研发出来。所以医学服务病人就是活人，一定要从活人身上找答案，哪有从解剖找答案？那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有的。所以很多人死了说还要捐大体是吗？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愿意死后捐大体的，供解剖，他们解剖用的，有的举手。我看
哎呀，你们那么慈悲啊，但慈悲要有智慧耶，我是不坚的。万一他们把我的身体割来割去，越了解哈，以后我的子子孙孙就完了，因为不该割的他们也拔割了，那我会很心痛的，所以我不供给他们，因为这个解剖我已经清楚了，它只是影响组织器官的运作，然后强烈来影响，但它没有热能，怎么能解决那个壮呢？还有体力虚弱呢？所以他们唯一一点，如果壮，他们就用手术刀了。那这样破坏性实在太大了，所以发展成这样。好，那他们，所以他们不会说跟你讲，哎呀，你这个，比如说你糖尿病脚已经坏死了，他不会说，哎呀，你只要运动，然后心态保持好，然后还要什么充分休息，还要喝姜汤，他绝对不会告诉你这个的，也不会叫你来找我，是吧？所以他不强调人体有什么呀？治愈力、修复力，他认为你这个坏死一定要靠我们，啊，靠我们就是看我的诊断那个数据，好，然后该切该割的就由我来决定，你只要点头就好，哦，变成这样的形式，好，那所以简单的讲，既然医学包括医疗与保健，那西医是有医疗，但有没有保健的手段？有没有？我简单跟各位讲，他没有哎，因为他没有热能的概念，怎么会有保健？那我们现在从疾病那么多，你看我们慢性病做出那么多，红斑性狼疮有没有？牛皮癣、肝癣，还有梅结氏症，这些都是西医做不出来的啊。自闭症有没有？那为什么我们能做出来？因为我们改善他的热能啊，那西医做不出来就是没有这个啊。所以西医能不能称为医学？好，我开始问你们啦，开始轮你们讲话啦。所以认为它不是医学的，请举手，我看一下。哇，这几个比较有叛逆性哦。那认为西医是医学的，请举手。好，哎，怎么这么没有勇气？才这几个而已啊。那其他不举手的是怎么样？不得罪他是吗？好，其实这个问题哈，就像我当时候哈，在说中医没有寒热体质一样，我知道讲出来哈，一定被骂。这一次可能又要被骂一次了。因为从来没有人会怀疑西医是不是医学，但我敢笃定的跟你们讲，西医绝对不是医学，它只是一个不完善的医疗方法。就这样，为什么这样说？第一个，它没有热能的概念，然后它能解决的是本处体伤，也就是它哪里有问题就处理哪里，头痛治头，脚痛治脚。那对于他处体伤，他也没办法找开关，那是中医针刺穴位，还有原始点按推一条脊椎才有。所以他既然没有，他能改善体伤的部分，也就走医疗这一个途径的时候，要解决这两处，他不可能，他只能怎么样？他只能解决本处，着重在本处，他处完全去找异常，就是把衰老，把你们搞得头昏目眩。然后老病不分，好，那他们就好办了。比如头痛，他不会一来就帮你治头痛，因为如果一直给你吃止痛剂，那就显示他们的无能。那我按一次就好了，以后人他们就是底细很快就会被你们了解了。那他们会搞得更复杂一点，他们说：“哎，检查看看，万一检查出脑瘤来，好了，头痛先不要治疗，我们先治脑瘤，因为他们的次序是。”先处理异常，再处理症状，了解吧？因为他们会怎么说你？异常不处理会死人的，头痛没有关系，先放一旁，先把肿瘤干掉再说。那本来你是要去治疗头痛的，结果去医院变成搞什么？搞到要手术哎！
把头盖骨打开，把脑瘤挖出来，那挖出来，你以为就结束了？这场噩梦就结束了吗？才更正开始而已。接下来就怎么样？化疗，那看你能不能挡得过去，看你哎，吃毒药还死不了，他们还有招数的。接下来垫垫看，这样还能躲得过去的。他还不说你一定会好，他说：“好吧，我们再看看你五年能不能活五年才算好。”那你经过破坏了，你要活五年就很难了。那你看，一个可能头痛就会搞到怎么样，把一条命都赔进去都有可能。那医学没有那么复杂，头痛而已，找他处体相开关痛，多数他处体相按一按就好了。那万一腰痛，有时候他认为你脊椎有问题，就割你的。哦，什么骨刺也好，或椎间盘突出也好，就开刀了，是吧？那这些都是冤枉的，所以他有医疗手段，但他没有办法重因解症。然后他处体相，他没有开关的概念，所以即便他有医疗方法，他的医疗还是不完善。而且在我看法，根本医学的发展根本就这几百年才兴盛的嘛，冒出一个西，然后就马上当老大了。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，他怎么串起那么快？那如果这样原始点看，就看你们的本事，他两三百年就当老大哥，把中医取而代之，有这种趋势了。那原始点有没有办法？我就不知道了。哎呀，你们不要鼓励我，我对未来堪忧啊。原始点刚起步，我很怕被人家一脚踩了就踩扁踩死了。但确实是这样，有时候我越研究发现，哎呀，西医根本不是医学，但中医几千年来确实是医学。但是你看现在你们生病了，你们会去找中医还是西医？对，你们这当然是有智慧的，我知道，但像你们这么有智慧的毕竟还是少数啊，因为听过我课的人非常的少。我常常讲的，如果了解西医的如大海水那么多，懂原始点的是大海里的一滴水而已，比例那么少，你怎么改革？所以我对于原始点，虽然我很笃信未来这是人类的唯一一条路，它快速又有效，然后又省成本，民众只要用了就一定可以得到健康，这个我是可以看得到，但是我不知道他要走多远的路才能够让民众完全理解，所以他是开始，但是我也只能跟你们讲，西医确实不是医学，所以急救我已经也讲白了，急救也不能，那连鸡眼足底的鸡眼，那个是轻症，他能不能治疗，也治不好，那重病的，你看慢性病的，你把每一个只要有关热能不足的，什么自律神经失调啦，自体免疫系统的问题呀，你把它提出来，然后还有一些像牛皮癣，我刚刚讲的牛皮癣、肝癣、Parkinson 的红斑性狼疮，你看有哪一项？几乎没有，他们是缴白卷的。那为什么会缴白卷？就是少了热的，但是民众又相信，所以我也没办法。所以从这一张图表，我们已经很明确的看得出来，西医是医学还是不是？认为不是的举手，我看一下。原来是你们要我先讲，你们才举手，想害我。不过我也不怕，活到这把年龄了，再没有把真相说出来的勇气，那活着也没什么意义，是吧？好，所以我已经可以确定了，他绝对不是医学，你们放心，以后我这一句讲话绝对跟历史负责，跟医学负责，由后人来评断吧。好，那我们来看里面的内容。